2021年10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各地依然是多云到好天，过到过了后，中南部啊的各山区呢，依然同款有可能出现着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旧历行到8月29日啊，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6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来，首先咱们来个报道哈啊，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哈有关的报道哈啊，今仔日啊。今仔日的报道啊，咱有看到这个头版第一篇有来报道吼，咱最近这个国内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吼，会当讲真平安吼，啊真顺遂就对个啦吼。少年山已经过来讲吼，拢零确诊吼，啊那有几个嘛一下吼，个位数的吼，啊所以啊，这个行政院有来宣布吼，即马。每个在开放新的规定啦吼，包括吼咱伫餐厅啊，伫这个路边摊吼食饭的时阵，唔免隔板啊吼，你直接袂当食吼，种种的开放。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连续五天加零啊！行政院长苏贞昌啊，昨昏伫扩大防疫的会议当中表示，看到中秋的连续假期了后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安尼正平顺，未来除了边境管制加强持续以外，宗教活动、餐饮业者规范拢会当做适度的调整啊！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晡嘛来宣布，昨昏下晡啦吼，有来宣布讲吼，二级的境界对10月7日维持到10月8日，但是餐饮业者宗教活动等防疫的规范放宽，譬如讲餐饮业内容啦吼，无搁再限使用隔板，也是讲维持1.5公尺的距离啊，免啦。啊，那宴席呢啊，会当吼啊，这个礼桌起来敬酒啦。啊，当然，超商买单开放和民众家己去买吼茶叶蛋呐、啊，买关东煮内底物件。这个针对着餐饮内容一部分，食药署署长吴秀梅伊安尼讲呢，讲对今仔开始吼，无搁再限制使用隔板，啊是讲你一定爱维持1.5公尺的距离啊啦。啊，并且来开放宴席的时阵吼，会当离得去敬茶去敬酒，但是离得敬茶敬酒的民众，同款爱挂嘴安。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忠安已强调啦，离开了座位就爱挂嘴安，致意的方式有真侪种，重点伫咧表达吼感谢啦。啊，另外啊，这个饭桌。啊，这个桌菜包括自助餐吼，野菜的方式嘛放宽啊，无限制吼，由专人来分菜啊是野菜。啊，另外超商内底咧卖的这个茶叶蛋啦、关东煮等这啊小的物件，嘛免限制吼，由工作人员服务生来帮人的才会当卖。恢复过去，民众你爱安怎样个？就固在去干的吼，啊！你若要用手去捏，会去烫着手，佮兼无卫生，这都袂使啊！吼，讲的，讲的用手去捏，好像叫吹不掉啊！这是小棍的，吹不掉啊！才当手捏起来啊！印度个，哎呀，哎，反正印度人来安尼听嘛，不一定的。你莫讲请印度人吃火锅，印度人怎变面？啊，这个宗教场所啦，包括集会活动部分啦，陈忠安伊咧讲啦，宗教的活动甲集会会当取消门会制啊，包括固定座位的限制啊，啊嘛开放办理专程坐车啊、进香团类型的活动啊，啊那宗教场所所谓的这个拥有人数，同款需要以室内至少每2.5平方公尺，室外每人1平方公尺的指引。规范啊！那宗教团体吼、哦、提供啦、啊、大诶所在诶时阵了，对啦，除了共厝诶人，每一间房间歇困诶所在放宽到加4人啊！那环境游行
走路吼、哦、要来进行的活动，因为风险高，所以才无开放。嗯，这宗教厅里闹劲无开放。嗯，对啦。你若想要村里啊，想那新农村的有个人弄个根不见吼，啊就会注意啊，啊鸡鸡啊，啊就一条鸡一条鸡啊，有有气色。嗯嗯嗯。这禁止啦，但进香团可以开放。嗯。进香团一旦开放，这是宗教的方面啦。嗯。庙宇的方面啦，哈、哦。所以有了这样一步一步慢慢那放松啦，一步一步慢慢那来就对了哈。啊个拿放松，拿观察看嘛样啦哈。够、哦、我这个 KTV 给他开放啊。嗯。给他开始。现在开始就一张营业啊，啊来吼，就但是唱歌的时阵，去这里拍挂嘴音，挂嘴音，唱歌我唱的足艰苦，挂嘴音足艰苦。对，你讲的就艰苦了，对啦。但是无多吼，因为唱又讲 KTV 一张开放，唔对，今仔开始啊，今仔开始就开放啊吼。但是吼，唱歌专程拢爱挂嘴音嘛。我爱见笑，那伊照我嘛，你就知影。对啦，一步一步来啦，卖急吼，唔能急，唔能像迄落外国安尼吼，一个疫情小寡跌落来尔，啊就困头全部开放。对啦，对啦，啊，哦，再来那个崩溃那个落，伊只一步一步。起码安尼开放啊，看两礼拜吼，一两礼拜看啊，就用安那啦。对啊。啊，若是我平安就对啦，可能佫进一步开放。再开放。啊，慢慢放松，慢慢放松啊。嗯嗯嗯。可能咱政府采取这种方式。应该是安尼对啦。啊，陈明业者即马唔免用隔板啊吼，问题是隔板就买落啊，隔板就买。啊，道理嘛是不红啊，道理嘛不红啊，对不对？道理就个道理，这个道理就个他妈个这个道理。嘛是拢听我，你想我今日在买。听有影，你讲的听。人家方便啦。买早顿的时候，我那有一间咧卖三百元嘛，生意真好。这段期间拢隔板。哎。今仔去八组，我今仔去八组，我看看，出去买早顿的时候。总甭听到了，听到了，是无整齐啦，无整齐啦，无去固定固定连起来，遐结棒，哎呀，结棒忙等你讲咧，跟你讲来就对啦，对，万你那个安怎想的？这个尽量唔贪啦，尽量买啊，对啊，这冬年啊，尽量买，那嘛不会安尼吼，是好。即个各行各业应该家己会当去了解伊个规定啦，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吼。啊，咱一般民众咧，即卖就是出门嘛是嘴烟爱挂咧啦。嗯。哦，咱一般也伫市区啦，啥种种嘴烟门也是挂咧安尼吼。啊，即个民工嘛离开倒啊位，你着爱挂嘴烟嘛。对，反正你家己安尼就对啦。嗯。你身躯边看是差不多设定几公尺以内，若是有人，嗯、你着甲挂咧啦。对啦，对啦。安尼就无唔对啦。嗯、啊，若是你身躯边差不多40-50公尺以上拢无人。嗯。乖，别动啊！对不对啊？嘴烟的，我那随心拢炸掉了，炸掉了，炸掉了。好，来好，感谢0800-0500-6688哈，来。那另外，咱再有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咱知影讲，伫这个今年还是去年，别记起来了哈。通奸已经都罪化，啊，但是咱有看到一篇哈，这人实在真正，我感觉有较别捌小看。啊，这个通奸都罪化吼，啊，有一对男女啦，嗯，啊，拢各有婚约，各有红帽啊，吼，嗯，啊，讲吼出去外口偷些红领着，嗯，啊，叫人家判通奸罪，嗯，啊，结果伫咧诉讼的过程当中，就经过大法官释宪，讲通奸罪就都罪化嘛，嗯，对，啊，都罪化了，从当年法院就爱敢判无罪啊，嗯，啊，我就都罪化，啊，你就唔免搁再上诉，我就直接甲你判无罪啊。结果就对这个男女就对了啦，煞讲要提起着吼，这个刑事的赔偿啊，讲啊，我都拄罪化，去甲我判有罪安尼。啊，这个法官，是个查甫的吧？查甫的啦吼，我来讲判无罪啊，太惨了。啊，赔偿啊，赔偿可可啊。是要赔偿啊？查甫是要要求赔偿啊？赔钱啊？啊！你叫国家，你方面我系命牛啊！我到吼通奸，虽然是通奸，但是即摆都罪化，你去我判无罪啊！靠白目，啊！所以白目啊！去法官后手甲判过啦，你讲无可能赔啦，因为吼虽然是都罪化，但是你通奸。对啦，我做法官，我讲你去讲一句话，所谓的都罪化是讲你阿爹吼，唔免搁再加你加罪判罪啊！但是事实你是通，都真正有影通奸呐！哦，这是安尼，你唔是讲无通奸啊？系啊，你若讲啊，我都无代无事，我。开车吼，拢啊，正遵守交通规则啊，也无冲红灯，也无啥物红灯右转，拢无啦，也无超速啊。啊，人对方伊咧受红，嘛拢有红啊。你这犯罪是做歹听嘛？伊都硬要赔偿啊，叫做强加性水平。啊，犯罪歹听，中间伊要要求讲报销不赔偿就对啦，赔偿政府甲赔偿。这无可能个代志啊！我看讲我不给你啊，开头好了，要赔偿。除非讲伊是向玩弄的嘛，除非讲伊含一个查某啊，这查某啊，然后红啊，伊然后某啊。
去迄个啥？去迄个汽车宾馆内底谈公司，拢完全无安怎样？啊，结果硬狂甲看通奸，伊安尼来清楚讲国家赔偿有利啊。问题都已真正有啊！吼，这边咱来听看伊安怎写啦。听阿白嘛，听阿白。讲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啊，甲同款已经结婚的一个姓张的女主了，对啦。姓张啊，金当中的张，金当中的张啊。姓张的无贵。迄个啊，去这个啥汽车宾馆就对啦啦。啊，被伊通奸罪判四个月定案啦。啊，伊事后吼申请释啊释宪呢，得到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通奸罪吼啊，这个通奸罪已经违宪啦，甲宣判无罪，甲改判无罪定案了后，伊当啊搁再提出刑事赔偿啦。但是提出刑事赔偿，一直诉来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的这个啊，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讲，姓林的查甫人有通奸，只是判吼无罪，未当请求这个赔偿啊。啊，驳回伊的请求，这个案的通奸罪都罪化了后，当事人改判无罪，提刑事赔偿被驳回的第一个案例。佮再接落就是咱拄只讲安尼啊，伊就讲啊，拄做话是安怎样啊？你甲判通奸罪啊？但是当佮你比如改判无罪，你就失陷了，改判无罪啊，唔免罚钱啊，免关啊。啊，但是伊就硬讲要求要国家赔偿啊。问题咱法官解释讲，你是真正有通奸哦。虽然即马通奸都无罪啊，但是你做起都做起代志啊。拄做话啦，伊通奸罪是无啊，无唔对。但是伊的某啊，甲伊斗阵的迄个翁啊，那是要告，那要告伊，赶快民事叫上来当。赔偿啊！哎，照常当各民事的赔偿哦。阿姨，这两真正白目票，白目啦！你讲家己，他们同甘就对了哈。对家己家庭，对家己迄个判死，你可别叫我挂赔礼钱。真正我要白目的对了，对了。我是讲那篇啊，无写就讲两。咱这有人写就判死到要死啊！叫电话你都用怎样都，现在我执怎样都判死要死，佮要求各别赔偿。你中国个偷，你中国个偷赔偿我嘛？我怎么用这个来弄啊？用这个中国的才能来完毕啊？这中国这就，伊要给你安那得安那呢？空空呢？这个头壳的想法，就讲钱哦，米就钱百两人米嘞吼。哎，有个人想讲，啊，判无罪，无罪都好嘞，无罪吼。无罪就算啊。这个我一边记。对啊，都。买你搞电话暗嘞，对不对？你嘛暗嘞。这个兼那个特赔偿，我是讲想拢无。可不可叫国家的赔偿你？这无怪上新闻了啦。这可能有史以来头一个。对家己的某，对家己的囝儿是谁？对家己的老爸老母，你就见笑啊。你的亲戚我这么就见笑，卖讲朋友啦，哦，对不对？你这个讲呢，讲政府就个赔你钱。这个世间都一样，这个通奸都罪化嘛，是爱个讲哦较清楚的哈，伊只是通奸的迄个罪啊，无啊啦，无啊。但是人对方的另外一半，那要跟你过是有好，包括你家己的另外一半，就那要跟你过，赶快刑民事点名，赶快再来去要求各赔偿安尼了，对，我再赶快来过来咱过。他敢叫另外一个女的，一个安个过来？蛮当叫伊莫个过啊，对啊。恁这个安白目，这个挺多的啊，我多哈。对哈，迄个有迄个拍摄到要死去啦，见我哩都拍摄到要死去，见人知啊，对不对？对啊，好，佮啥物怪事拢有了，对啦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转个免费个叫回转线哈来。来，这个有一篇社会新闻吼，咱要来做报告，有一挂低科技啊吼，诶作业，这真正大家爱注意吼。所以讲，伫这两天啦吼。讲伫咱台中市，讲有一名39岁姓赖啦，驶低科技的司机啊。讲伫这个下晡黄昏已经日头落山，会当讲规条道路暗暝蒙啊啦。但是伫黄昏落山迄个时阵呐，驶低科技啊，伫遐咧吼吐血啦。啊，驶低科技啊，伫遐吐血吐完了后呢，迄两支低工个无放假落来，单吊伫半空中，啊，搁踩伫机车道遐驶低工个啊，啊都。人拢讲地公爷呀，我又唔知地公爷迄两支，系啊，迄两支地公爷，地公爷啊，啊，地公爷伊是对歌机啦，啊，对歌机可能念一个招亲，也是讲用地公机较好念，也是啊，反正就接地公嘛吼，咱早迄个压低山边拢两支个样样嘛吼，结果吼，大吊伫半空中啦，啊，拢也无做迄个警示，譬如讲头前也无放啥物三角个迄个警示，
拢总无就对啦。结果一对少年家囡仔，十九岁、二十岁，一个二十岁徛，我都买再十九岁，大对低工个就甲结落啊，看无就甲整落啊。结果两个拢现场死亡啊，两地现场死亡啦吼。啊，当然后手这个警察来到家做处理的时阵吼，伊着这个啥过失致死罪吼，来甲以上法办啦吼。啊，这本身咱讲这个赛地个机械人，有可能也是讲啊，我都底下作业撸来撸去，应该头前人看有嘛。真正我当时看不得看对，啊一个你听一个那个老歌手啊，真正你若放我无放我给了，真正我们家无注意着。嘿，弄掉，伊若放给了，去弄掉来，第二个几下混在个边啦。对，多好，这个少年，这对少年家囡仔，伊都死唔死的，对第二个人家结尾啊。好好要修。哎呀，讲结石头壳暗棍，规个拢玩毁掉去啊。哎呀，讲起来，我要惊死。伊都腰管啊，迄个地界都我好牵管起来啦。他不是掉在半空中多。我做咩多搞我当人站未条，当度，迄未出去学伊落去，心会呛掉，安尼感觉。这个就意思，未出去学伊落，迄落铁机呛掉，安尼感觉。嗯，我要修。所以，伫这个阴暗嘛好啦，你是也好，我感觉你赛地个，伫咧作业的朋友吼，你真正前后爱做一个。做兄目的近视啊，做兄目的近视唔通讲，我都吐吐的都啊，无半点钟的时间呐，半点钟。做咩去治疗耶？啊，你都把钱。哎，可能跌落边嘛，可能落边嘛。我当时跌落边有啲啊。一台机器，一台这个几啊多的机车在对面。哦，要修。多差的机车在对面，啊，底下作业嘛，啊，底下作业嘛，啊，作业。啊，下面当冲的多钱啊？你都冲的啦。不行，这真正有影才是啊这。即个照你讲哦，你个第个机啊，伫路边咧走时，迄两机器嘛未使放落来呢。要修开啊！系啊，照你讲要修起来。修起，要修起来。放起，放起咧，变到方便啦，拢都安尼坑地机机。我讲啦，你啊，歹运就掉掉啦。啊，你问讲好，我推个做推个机啊，讲赛季推个机啊，对啊。买时阵来讲啊，我赛下久啊，拢无要紧啦，对。今天歹运就掉掉啦。对啊，对啊。哦，所以。一生中袂当有一届啦，哦，即有那小心注意啊，吼。好来，感谢，来做番薯啦，拢说你啦，卖客运啊，对啦，简单讲就是。小客运拢袂使。对，来，进一个广告，啊，小等下，连咪再个倒转来，0800-0500-6688哈，今仔日拜你，小等下咱建阳的来到咱节目现场，看咱做专题报告哈，来，感谢啊。我算食西药食足久诶，好安尼吼，几年啊，啊食到拢皮，食几年，讲十几年哦，10几年，好安尼吼，西药啊，就是食到，唔知是肾脏出问题，还是肝脏，我唔知，毒素伤侪啊，恢复就是慢性荨麻疹，哦，药啊西药食未使，西药食就一直爱困安尼，啊，使你讲止痒尔，哦，足散，对啊，中药食嘛无，好像食足侪项诶拢无，中药也搁食了对啦，嘿，啊拢，只要若食着。鱼啦，是啥物迄个物件吼？像我都拢乌叫甲规身躯安尼。哦，安尼哦。啊好，迄阵做气的，做沮丧的，就想讲啊，无规气食菜好啊，卖去看咧。哦。啊，阮头就看我安尼遐痛苦安尼，啊，伊就拢听恁的节目。是。啊，伊甲我讲，伫遮拨阮恁迄支电话号。哦。啊，我个解骂，我骂伊讲。啊，听讲过咧食药啊，哇！啊，我都来嘛。伊讲，你无同款，你甲卡看卖啊，啊，我先甲卡。哦。结果安尼甲我救掉。安尼哦，啊，你食许多山哦。好去啊！即卖荨麻疹拢完全拢改善啊，拢完全拢好去啊，皮肤更加水。啊，你安尼多食偌久？啊，食，我四月二季食，旧年四月份，我就是吼。中途我十三罐食完吼，啊我就唔敢搁食，我就甲停起来，停两个月，啊结果吼两个月停起来都又个，是话，嘿，刚刚讲又个开始咧个，对啊我啊食无够力啦，啊我刚打电话恁那个林小姐，伊讲迄都是无加食无加力哈，啊爱继续搁食加力，是，啊我转个叫来吃，哎，即马吃，因为我毛病介侪，高血压、糖尿病，哦，甲状腺啊，安尼哦，嘿，哦，我甲状腺食完之后就好呢，嘿，啊，就是吼，我顶面吃的时阵，怎结一粒钉钉啊，啊，我怎等于台大医院检查哈，医生讲啊，当海洋那结一粒钉钉，然后马上帮我做那个超音波加穿刺，检查，结果穿刺走开，他讲啊，不要紧，内底出血，出血。
伊穿出甲抽起来底吼，拢爱足乌的花啊。哦，安尼遐遐垃圾，遐遐毒素拢伫遐啦。对对对，啊，应该就是安尼。嗯。啊，我即马我继续搁食两罐啊，吼，二罐啊。嗯。啊，即马伊搁加一粒丁丁啊。是是。因为我食壮性丸足侪年啊。我足侪年吼。食侪食足久诶。嗯。啊，即马又搁开始搁咧加一粒。嗯嗯嗯嗯。啊，即两工吼，我拢无大无事，拢安尼一直听嘛无感冒。嗯。啊，嘛有淡薄啊迄。诶，痰乌乌的痰嘛，哦，迄无要紧，迄上盖好，迄扑鼻出来吼，弄出来吧，露出来上好尔，哎，迄个出来上好。嗯啊，我就是讲吼，因为我是徛店吼，啊，我听足侪诶人客诶迄款诶拢有诶皮肤拢有问题，嗯，拢足侪皮肤病，是，这许多山吼，食皮肤足好诶，啊是是，因为我之前我都要做见证，可是我唔敢讲。啊没有，别啦，你讲安尼就做损失啊，有。啊，惊咧，我想啊，我唔知安怎讲他迄款，我是足满意诶。有安尼哦，啊足感谢你咧，有。啊，多好，太好，太恁头家啊，啊话你不是安尼对这太太真好啊。啊，就是伊叫我食，我阁改骂咧。我你做干咩？啊，你无听咱节目哟？我无听。啊，今物你得讲听啦。恁的时间我拢在上班，我哦，安尼无多就对啊，林先有咧安听就对啦。正头家伊规工坐遐，闲闲都在听恁的。好，安尼足感谢的。一个人哪听哪笑啊。来，感谢林志大师的啊，到咱俱乐部功课时间啦，哈，许多专家生病真好哈。啊，林大师讲啊，我头家啊，来听啊，像这两个人直播到咱俱乐部，我们俩一个人坐底下哪听哪笑，哪听哪笑。真心笑哈啊！这家伙唔知道有许多山，头家听咱节目讲，你拍电话去个，你许多山等个吃，你身体上足侪毛病，荨麻疹嘞，迄真严重嘞，这个吼，安尼啊，伊讲啊，你个听电台节目，人个广告，你都叫我去买，安尼太太无信心嘞，因为无听咱节目嘛。啊，头家有听到讲，到底你去，甲这个电话去拍电话去个，要等个吃，安尼就对。要不要太太无要买，先头家甲讲一定爱买，无唔对啦，我袂害你啦，安尼啊，买等于食，结果甲咱做见证，包括伊是要食迄荨麻疹，伊不认为讲伊甲中线吼，甲中线吼是带足侪东西，一食要食足侪啊了对，哼。食了吼，赶紧进行，你听话嘛，头尾足清楚了对吼。所以信山公司许多山家产品了对吼，希望用许多好的个使用，真济吼，和你无多人处理，我这个身体上的这疑难呐，杂症了对了吼。安尼食过程中间，和你营养上补给，和你身体上感觉讲我有元气、有气力，你自然的免疫能力走动来抵抗过来病毒，安尼上好呢。这种个是上好，和咱食，这个一旦。对身体是有帮忙的物件了，对，许多山为主哦，吼，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是非常的感谢。啊，咱即摆是厝内个别性山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难度加上三罐以外，咱能够提供啊真济精品，要来和朋友做挑选。要十罐的朋友，你能够供经上新的精品，就是瑞士陶瓷炒锅一支。30公分宽，咱内边个价钱正关木制作而成，一般是煎食吼，你煮食料理吼，正方便卫生啦吼。当然，每十关的朋友，你要个金八行十四寸的电风扇机，这江南台湾制作而成诶，嘛拢会用起咯。你要金蒙特胶，热天也无摊啊，尽量经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整个保顺健、惠安锁、喜乐清、金立明30粒。这拢会用一，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呢，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咱赶快有提供真济精品，要来朋友做挑选。每五款的朋友呢，赶快你有新的精品呢，当互你挑选咯吼。就是你这回会当个经济卖新鲜，三控属香烟的隔热丸，真大机，这等于是一块瓦工啊，因为伊个宽有15公分宽，深度12.5公分深，即算介大机吼啊！当然，咱有做一支病，互你当夹起夹落，胖起胖落，正舒适好胖落，也免惊许烧着疼痛。包括伊个一块吼，白皮啊挂砍掉，做卫生呢吼，正好。你要甲金什么个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起个一条，金胖王胖泽半打。你要甲金无患子的洗头毛巾一罐，清净海宽布洗衫巾一包，拢总可以。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
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江辉啊，这首歌曲《风吹，风吹》。风吹，风吹，风中一张被，写在梦中的愁绪有偌多。风笑落，迷乱的风吹飘来飞去，想袂到遐风动，伊亲像一阵风，定定无收信用。六月的炎天，阴云牵挂，可爱的无情郎。风吹，风吹，风中一张被。梦中的相思有偌多，缘分由天空下简单一句话，情断无烧少问，阮是啥人的？有时阵在风狂，有时阵将失望，乱在风中春来秋去。伊亲像一阵风，轻轻将阮扇动。六月的梦中，犹原相信有一日再相逢。风吹，风吹，风中一枝花，谁人会知青春剩偌多？少欠债，简单一句话，情断嘛无计较，阮是别人的。
好嘞，感谢哈兰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转国民会的教会专线0800-0588668电话 AM 七点以前，阿兰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今仔日拜二的早时啊，来到咱节目现场，依然是咱台南国民地国咱的庭长建良啦哈。来建良先甲咱总统阿叔听众朋友们贺节来。啊，陈总统老早，咱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建良，建良老早哈，好来，建良来，咱来有完先对国际新闻先看起啦哈，来。是啊，这个第一条就是有那含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关系哦，就是这个美国吼，这个药厂吼，也已经大药厂，这个莫沙东吼，已经宣布讲伊这个临床试验有成功吼，啊，这个要来生产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口服药。哦，口服食，纯食的，食用食的药啊，吼，啊，也当吼，这个伊即马目前的数字吼，那着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时阵吼，这个药啊，让控制吼，吼50%以上的人吼，未有动静，啊，未翘起，啊，未发生动静，不断病安尼着啦，是讲有一定的效，啊，当然啦，轻症的食了就好了，对啦，啊，别个伊这个药啊，吼，要来，啊，因呢分析来得了，对啦，二十。吃这个药的人就对啦，29天的期间就对了，就是无超过一个月吼，敢那有7.3%的人会大病院。哦，就是大部分拢袂大病院了，对，吃这个就对啦。迄落有7.3%就对啦，啊，所以伊应该是有一定的效果啦，吼，啊，但是这爱等伊第三期这临床试验做了，伊开始推出的对，开始推出，啊，那有药啊吼，应该就较无。这个有风险，药啊拢有吼，安尼即明年开始吼，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应该就控制会掉啊。算得好药了，对。嘿，药啊，食了。比如像咱即摆咧食感冒药啊咧。嘿，你若轻咧就食了，啊就好安尼吼。我那较当前咧，啊当然伊讲吼，忽然发作迄落三天就变严重，迄种无法度啦，迄仙丹嘛无法度了，对。迄啥会安尼？就是因为你本身可能有带有其他的疾病，含比如讲你有慢性病吼，感冒较严重的感冒掉掉，你可能来随转做肺炎的关系，是同款的啦，这。所有病毒拢同款啦，你若原来有带一个啥物病就对啦，拄啊掉掉就对啦，可能就会较严重啊。这种嘞可能无啊大，但是一般人就对啦，一般人就对啦，啊，一般正常嘞对啊，你唔是有啥物大疾病就对，啊，就敢那像感冒啊，即个敢那感冒药啊，你若掉掉了就食这个口服药啊，随个药丸甲吞落去吼，啊，照三顿啊食落去，安尼啊，就来控制就好啊。啊，伊嘛无讲介绍贵啊，上啦。目前也唔知，我想应该是袂贵啦。你若大量生产就俗啊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啦，台湾那有这个药啊，台湾我那唔免紧张啦。因为这一定是健保的，哦，迄落啦，拉不着啦。这款的呀，健保无拉就吃拉啦。咱台湾的治疗这个武汉肺炎，干那拢免费的嘛。嘿，起码不。咱台湾拢是免费的。嘿，免费的。所以这应该是免烦恼，而且主要是有药啊，这个新闻出来了，大家就会较放心吼。就是有放下资料啊，这药啊有啊吼。啊，明年就较有可能，应该是安尼讲了，较有可能讲渐渐会当小可较正常淡薄，啊，伫国际往来吼，走来走去嘛，较袂惊，钓钓了，变讲啊有药啊，钓了食药啊安尼，嘿，啊有煮龙虾。就较袂即个当真啊，所以有龙虾那是爱煮，嘛是爱煮，是爱煮的对啦。啊，这个就做特效药，即嘛常常慢慢出来。所以我相信这期以后嘛是还阁会有啦。是，这正在研究迄个特效药嘛吼。伊已经吼即嘛向美国提出即个紧急授权啦，已经提出紧急授权，而且嘛做第三期的临床试验了对吧？咧进行了对吧？第三期啊，对吧？啊，紧急授权我送出去啊，甲美国送啦，甚至啊，即个唔知伊会外久会配合伊啦，一般都讲咧正高位啦吼，看会配合伊无？那配合伊安尼就可能有新药啊，年底进行咧上市了，对咧上市。哦，啊，即个那药啊，就一大贴啊，哦，你恐怖啊！我买了要研究这剂型的，那开钱咩？哦，这可能开不起啊，做。你含乌龙虾嘛，同款。乌龙虾嘛是吼，乌龙虾。嘿，啊，就是渐渐，你讲，大家拢都啊，大刚国民党，大刚就啊练国产的，而且乌龙虾，啊，国产的乌龙虾已经有一寡国家，
像纽西兰呐、啊，一寡国家就开始承认啦。嗯，我讲你住高端的嘛会使，嘿、嗯，渐渐嘞有一寡国家会承认嘛，承认啊，你这不遐紧啦，你渐渐迄落啊，因第三期嘛已经在做啊啦。所以讲这药也是有方向是有效的，无人没有在做第三期啦。你呐无效第二期就啰嗦啦，迄个有效唔知会去做第三期。是讲、啊嗯、定定的，我安尼讲啦，你、就、讲、是、所谓有方向拢有可能会有伊的副作用啦。嗯，第一当然就是因为咱正常的药。啊吼，是拢经过三期，佮真长期的临床试验，是，才会上市啊。一般人这唔是讲三档五档来当出来，嗯，但是呢，这个物件因为紧急啦，嗯，要紧了对啊，你也无住了对啊，所以伊有些话较紧淡薄，嗯，无进我所谓的这就周转是安那，让因那种试验是安那，讲，比如讲。啊，少年囡仔无共会，另外无共病，全部拢爱做。啊，因为伊无遐侪时间通，比如讲感冒、胃痛、头壳痛，全部拢爱做的时候，哇，你爱做几冬啊？就是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这个拢无问题，爱当上去。啊，但是因为伊无迄个时间，所以就做一般人。所以紧急习惯，哎，较靠伊紧急习惯。啊，这唔是台湾只几安尼尔，全部的王虾，即马全部拢共款，所有你看下滴王虾拢共款。啊，就是讲伊。紧急收管了了了，对，互恁开始做了，伊阁继续，嗯，改进，阁继续，啊，伊生产的时候就继续调整，继续调整，安尼了，大概是安尼了，所以嘛，免想迄落啦，你讲这毋是干那台湾啦，所以就拢安尼了，对，所以唔免掠，国民党唔免掠，撸迄落有诶无诶啦，啊，个要差呢，无个要，哎呀，要把差呢，后尾又唔是干那乖乖去做，对啊，嘛是啊去做，各用枪，各枪伫哪里啊？这就袂记得以前讲嫌 A G 歹，结果 A G 特工队就是国民党。哎呀，对啊，哎，对，我讲爱哪歹吼，英国的女王吼，没有主席我抓起来，人都教主啊，人都无代志。对，所以应该是安尼啊，台湾已经超过五成，要六成吼，啊，就是紧注注的，结果看起来月底是十月是有机会吼，这个注两剂吼，应该是三成以上拢无问题啦吼，安尼应该台湾到年底看起来的这个普遍上会有小可会较好安尼啦，较好啦，好，来好，感谢哈，来，咱从建良先休困一下，先进一个广告，等下建良几站啊来甲咱做传递报告哈，来感谢。来啊！咱今仔日咧拜礼吼啊！咱来到咱啊，这个播音室内面诶，来宾有缘是咱台南市公民地科执行长吼吴建良教授吼啊，建良啊，咱拄则吼伊有甲咱探讨着吼，真侪有机吼，甲咱报一件真好诶消息。啊，一件真好诶消息，有来指出讲美国诶制药大厂吼，当然啊，目前为止无讲出讲对一间药厂啦吼，讲即卖已经。开发吼成功吼，来做出着这个抗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的口服液，就是特效药吼，特效药吼。啊，当然特效药出来了，这个病都无惊吓嘛吼。啊，当然所有的特效药，唔是讲吼，你若去感染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诶，所有的人绝对吼，食这种药绝对拢会变轻微、轻症，头尾一定是安尼哦。有可能吼、哦、啊，你本身你若讲慢性病严重的朋友就对啦，有可能你去吼感染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你要靠这个所谓美国的大厂吼啊所开发出来，诶，这个口服液吼、特效药吼，未来吼，甲转做轻微来甲治好，有可能是真恶吼，因为都只有讲过吼，敢那像内面那个10%这个啊8.几啊9.几的人吼，有可能无法度啦吼，啊，当然这所指的就是讲。你本身有去带着的这个慢性病、吼慢性病、骨龄病的朋友就对了吼，啊，这不是这个抗疫的口服药，我都能帮你处理，总是嘛都要小心啦吼。啊，这以上跟咱听众朋友做简单的报告，咱即马甲时间交互建良啦，建良。是，啊，这个除了这个口服药啊以外吼，另外一部分有一个较大条的，就是这个大家可能有电视有看到，这个中国吼开始咧。欠电啦，欠电了对啦。啊，这当然，这爱向头前来杀了对啦。是，咱其实讲，进前几个月前吼，伊含这个前半冬以来含这个澳洲吼，这个澳洲咧未爽快，两个咧，什么伊个禁红酒爱禁啦，有诶无诶，啊伊个禁啥，啊尾下伊有一项物件吼，其中有一项物件吼，因大量按对澳洲来进口吼，叫做煤矿。哦。澳洲讲，恁白白见白哩，我买白哩，未看我买白哩，买白中国人，买嘛，可要紧，好、是啊，即马欠电啊，
即马欠电啊，对啦，因为伊，即、這个所谓的即、這个团，即、這个物件吼，是迄当时中国卖烟甲澳洲卖，还是澳洲团去飞去？你无要甲买龙虾、买红酒，我即嘛卖烟卖你也是安尼嘛？拢有，拢有，拢有，咱两个底下对对抢的，对抢的结果了，对啦。啊，伊嘛讲，我就买个那边这個，因为啊，因为这是伊进口所上大的，量上大的物件，是中国进口上多的物件。啊，就是啊，澳洲当然是出。出产这个煤煤矿了，对啦，算是全世界算真大的大国哈。听讲伊的团吼真好呢，系对，伊的品质较好。把这个中国吼，因为佮加上吼国际压力了，对，伊爱这个排碳，伊含美国是两个这个排碳上多的国家吼。你比如讲台湾，即卖有提出一个物件叫做2050的这个。零排碳了，对吧？讲未使个有这个、这个车团咧烧了，对吧？嘿，烧毁了，对啊。因中国号会较慢淡薄，中国号差不多因即马有约差不多伫个2030年哦，会高上大量。哦，伊那量上大了，就台湾就惨嘛。哦，那其实吼，咱啊比较拿这个寒天了，对，风一吹了，对，南部的空气拢非常的歹，那是中国。是，啊，伊烧了了了，为咱只吹。嗯，所以伊到2030年会达到高峰，高峰就是上歹上歹了，对，空气会变上歹。啊，三空，即么是三空，还没到，你愈来愈歹，对。啊，你啊像，比如讲我若欠煤炭，嗯，无火力发电量无够，除了，互你家己停电以外。就是安那用歹的物件烧嘛，哦、用较歹的火炭烧嘛，要紧，所以就去摕俄罗斯的啦，啥货拢来烧，拢摕来烧了着。啊，伊即嘛吼，已经造成这个，除了一挂这个厂商，啊，第一个哦，台商当然要注意吼、哦。你底下有工厂的吼、哦，你差不多来穿咧等吼。伊即嘛限电停电吼、哦，是无警报的了，对啦，伊无法度。无算的对，你讲比如讲，咱明仔再停一下，因为伊根本就唔知影量的话多对，尤其是寒人。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哎，经过前面路口，记得要减速慢行哦。OK。哎，那边有一位婆婆要过马路耶，可是快要变成红灯了，我们去帮忙吧。好啊，走吧。婆婆，绿灯秒数不够，快变红灯了，等一下再过马路吧。对啊，婆婆，要注意安全哦。年轻人，谢谢你们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及高市府新闻局提供。哎，老婆，你在找什么啊？我在找我的国保费缴款单哦。没麻烦了啦，我已经帮你拿去缴了。以后啊，只要办理转账代缴，每期应缴国保费会在缴纳期限的最后一日自动扣款，既节省缴费时间，还避免漏缴情形。只需注意在扣款日期前备足存款即可，而且存折的记录就是缴费证明，不怕遗失。同时按时缴纳保费，可累积国保年资，将来安心享受国保给付，绝对是聪明的最佳选择。而且更棒的是，是什么啊？是你老公早就帮你办好啦，老公帮你买单。哇，谢谢老公！办理金融机构转账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手续简便，好处多多。只要备妥国民年金保险费委托转账代缴约定书、立约定书人的开户印件、存折及身份证正本，即可向劳保局指定的银行、信合社、农渔会或邮局申请转账代缴。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只不过迟到，老板就说要开除我，打官司还得跑去台北。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劳工可以在工作地法院提告，而且裁判费还可以减轻很多。劳动事件法保障劳工自动权益，化解争议更快更有利。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搭轻轨看国庆烟火，开振兴券赚高雄券。国庆烟火将于双十晚上在高雄港区释放，搭乘轻轨到寿山公园站至梦时代站之间都看得到哦。快上高雄旅游网查询最佳观赏地点。十月八号起，拿振兴五倍券在高雄消费，满额就送高雄券。消费200，上网登录就月抽特斯拉，天天抽 iPhone 13。高雄开就赚，多开就多赚。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提供。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下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点整。花果有用，嘴齿才留会掉。咱白沙湾齿膏，过嘴齿花真正有效。我呢，十几年前，40几岁，医生讲我牙周病严重，我甲用这条白沙湾牙膏，用到即卖十几年来，医生搁互检查的时阵，伊讲我嘴齿花是健康的。听众朋友，这个情形，你市面上要找这个齿膏真歹找，赶紧电话警卡，台南康乐79450079。台南康乐79450079，感谢你。中山馆长选号庄瑞雄，屏东的乡亲啊，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曾水荣。曾水荣是律师，也是台大博士，是三届屏东第一名立委，为咱屏东争取高铁、捷运、科学园区，也替龙溪民争取福利。这届民进党屏东县长的初选，那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问你要支持什么人，拢爱大声讲出我唯一支持曾水荣，拜托拜托。庄瑞雄，上赞！庄瑞雄，上赞！馆长选号，庄瑞雄，庄瑞。0800-0500-668，这支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非常感谢咱即卖又搁登来节目现场，本节目呢全部拢是由咱啊信山公司可以独家赞助提供吼。线电由小弟姚仁，一个今仔去拜礼吼，来到咱即个现场的特别来宾吼，吴建良教授，包括张天文、张大哥、阿星吼。在空中为大家来做服务。咱叫一个活动呢，来个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咱知影10月23吼，这个国民党吼发动吼全民性的抹黑吼用白贼话来抹黑着这个台中大台中选区的这个陈柏伟的位啦吼，伫即个咪个罢免掉。
啊，咱知影陈伯伟不管伫大台中地区啊，包括伫国会殿堂内底表现，拢是真优质优良的一名，即、這个民意代表，一名即个国会的议员是安怎样啊？吼，即认真做工课，为咱台湾安尼即拍拼啊，咧做工课。啊，得爱受人，我好讲白话，会甲罢免掉呢，一点仔理由都无，吼，讲袂过啦吼。所以咱大台中地区沙拉龙井大都乌日无风，咱即几区的朋友呢，咱伫十月二三吼，一定爱对台湾各地拼登来咱台中来甲支持啊，来甲吼，支持息吼，咱啊，即、這个台湾的支持息吼，台湾的良心支持息吼，来甲留掉的，反罢免，反对罢免。继续甲陈伯伟留伫国会替咱台湾人来做工课啦吼，以上报告感谢。来，咱即马个登来节目现场，来接受的请呢，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做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就是咱中华周先生来点播吼，张平君演唱的歌曲《思恋的男儿》。男儿有柔情有勇气，抛弃生命的情意，忍心痴我情。黄昏时点在异乡，不知不觉思念你。夜深见灯落水，谁人来安慰？担心的呢，我想你想几暝。担心的呢，你敢会想我袂？他乡的多情男儿，淡薄温酒味。慢慢靠近色的大衣，我一脚孤行李，车站真无奈离开，转念不着你。袂放的公路夜车，离开后十个城市，夜梦雨冷凄凄，悲恋才开始。担心的呢，我想你想几暝。担心的呢，你敢会想我袂？无你的寂寞暗暝，想你芳醉味，思恋到半暝。做一个漂泊男儿，有柔情有勇气，抛弃生命的情意，忍心痴我情。
将阮思念在异乡，不知不觉思念你。夜深见灯落水，谁人来安慰？担心的呢，我想你想几暝。担心的呢，你敢会想我袂？他乡的多情男儿，淡薄温柔味，慢慢到深天。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吼，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今仔日拜二会在时啊来到咱节目现场，依然是咱台南国民地区咱的行政建良啦吼。好来建良，后壁时间咱继续。是，所以这个中国开始这个因为欠煤炭吼，开始咧无电了对啦。啊，第一个冲击的就是这个华东华南吼地区哦，这个像台湾人讲的这个特斯拉吼，咧做汽车电动车的吼、嗯，啊，搁一个搁一个鹏哥吼，啊，鹏哥的新的手机啊都要等下出来吼，啊，有这拢受到影响吼，也供应链了对啦，做。这装机啊，这个工厂拢受到影响吼，啊，有部分拢已经停工啦吼。那较严重的是啥货呢？是东北地区，过来开始十月吼，天气愈来愈冷啦吼。伊的这东北地区，像这辽宁啦吼，这山东啦、辽宁啦，这个东北地区吼，是十月、十一月了吼，会愈来愈寒。是啊，因的这个电啦、啊，供应电吼、天然气啦、煤炭啦，无够的时阵吼。有可能会关死人了，会关死人了，所以这可能是愈较严重哦，比这个天干搁较严重吼、啊，到底伊安那发展吼，实际上，伫中国投资的人吼，拢真不安呐、啊，就是讲因这无法度解决，这个现象干那会未来愈来愈严重、尤其是含即马全世界国家拢无拄好，所以会当。请求援助的国家真少，是哦，人大家歹插伊就对了。啊，伫安尼状况下了，伊有买收吼，有够侪，几来十个的非洲国家啦。哦，对啦，啊，就无多可以回团。啊，是啊，遐人都无多人家斗三工。嘿，遐人无来斗立卡拉车发电啦。遐人，遐人是我当春秋甲偷物件尔，无当偷物件可以啦。无，迄个叫是做来立卡拉车来发电啦吼。啊，所以吼，因为安尼就对啦。第一个当然就是台湾的台商吼，那也够有人伫遐，你爱做好心理准备啊。嗯，吼，欠电、停电，可以袂当交货，这个情形啦发生了对啦，应该是真自然的吼，真自然的啊。有一挂外国商，所以啊，整个大概全世界对着中国这个大的生产基地的未来前景吼是看歹的，全部拢看歹，所以。欧美国家的这些投资客了，对，或者是这些股市的这个看好经济吼，对中国的未来吼，拢看衰，拢是看衰了，对啦，那无一个看好了，对啦。然后人看好的可能是目睭去高头拉吧吼，啊，但是目前是拢纷纷拢看歹，而且吼愈看愈歹了，对，愈来愈低了，对啦。所以有真多。伊这伫外国上市的这些中国公司拢去有连累着啦。连这谭德赛人都知影看衰啦，开始方向开始转变啦，就是。啊，这谭德赛算上无效的啦，对啦，这算安尼我提只嘴啊，降息安尼，看我落衰呢，安尼背出来我倒站对啦。这两面吼，人讲会用报复，是会去中国甲报复的。但是谭德赛吼，未来有哪未解好势？是安那吼，因为进前捌发生一个代志哦，咱无甲大家讲个。谭德赛伫伊国内吼。在他們的非洲國家吼，伊咧對國，敢那伊所比亞對國咧，伊在伊咧國家內底就對啦，真無受歡迎，所以真有可能吼，
明年度吼，会去予因个国家吼，甲伊个代表个身份提调，提调了，伊必须着来免做啊。那无啊，你毋是代表阮国家，你就袂使做啊。是安那呢？是因为吼，伊吼听讲吼，即、這个人吼做生意做伤大，有哪有做军火买卖？是啊吼，含即个反控军有关系。嗯，所以吼，伊即摆政府足袂爽了，就对伊非常个袂爽，所以真有可能明年度会甲换掉，换、掉，换掉了。即、这个汤掉晒，真正打掉晒、真正打掉晒就对啦。即些啥货拢无了，真正错晒啊！真正错晒就对啦。啊，但是诶，安那还佫唔知啦吼，啊，还佫唔知吼，爱明年诶吼，因为年纪也未到吼。是啊啊，那上尾啊一条即个新闻是啥？是即、这个，我看了即条新闻哦，我对，我就想到即个台湾吼、以前吼，咱台湾即卖用诶钱叫做新台币，新台币。以前有一个物件叫古台币，有一个国家叫委内瑞拉吼，委内瑞拉吼。即、这个因为吼，因通货膨胀吼，即、这个通膨上严重吼，所以吼，因个政府决定要换新钱了，对啦。从一百万后边人的零，甲抬掉，所以一百万换一块。哦，一百万换一块。一百万换一块，啊，这大家唔知道有足熟悉无吼？台湾吼，以前吼，国民党来的时阵吼，那是一百万换一块吼，那是忽然间了，对啦，我一夜之间了，对啦，一百万的。操作是一百万的，四百万一块啦。嘿，咱以前四百万，人因一百万换一块，一百万换一块，比咱较强。是哦，一百万换一块就对啦。所以，愈来愈少了，对啊，愈来愈少。所以因一块差不多是上，即卖一块差不多是提掉了新的一块差不多是七块台票啦。差不多七块台票。所以这有那足惨了，对。伊是安那维内瑞拉就对啦，因为十月初以来就对啦，一二三就对啦。啊，这个二空空半年就对了，就已经抬三个零起来呀。二空空八吼，这个抬三个零就是安那，一百块还是块，吼，一千块啦，一千块还是块啦。啊，二空一八的时阵，搁抬五个零，搁抬五个零就对了，搁抬五个零就对。啊，今仔日十块还是块，今仔搁抬六个，所以你来看伊抬几个啊？三个、五个加六个。五六七八八个加六个，安尼已经太几个零去啊？八个加六个开，太即个十四个去，太十四个零去啊，对啦。你看看这偌惨了，对啦。一般来讲吼，所以因以前了，对啦。七张一百万的操作，还能买一条胖。是。所以一百万吼是因名家上悬的。诶，操作了，对，因个票，因个这操作了，对啊，一百万是上大张诶，一百万嘿，啊，但是呢，七张一百万，佮会当买一条胖，一条小胖，一条小胖，简单讲，七百万买一条小胖，对啊，哦，完了，所以无法度了，对啊，所以通货膨胀上厉害，啊，但是因是安那，因曾经是生产石油的国家啦，起码说话变成。了然去啦，所以变安尼就对啦。啊，因为因的这個政府投资的不当，啊个管理，啊个油价过落价上跌就对啦。自2013年来就对啦，因的这個 GDP 啦，就是咱讲的，真的，咱台湾的 GDP 即马差不多起几趴呢吼，一当几趴，你知影以后落几趴呢？落80%，你存。是八成拢无去啦，但是我原来趁十块，啊，顶都无生产对啦，无生产啊，都倒了啊，对啦，啊，所以真惨了对啦，所以因了对啦，因的经济真惨了，啊，所以吼，因即马吼，即签销了对啦，用转的方法了对啦，因拢安那用美金来计算，啊，无后发咧，我即马今仔日一百万，明仔载变存一块，我是要60块啊，60-100万，啊！你我原来入一百万。对啊，但是即卖哪安尼？照你讲，这個国家应该动乱了嘛？嘿，应该都无法度，这个政府根本都不动。所以拢用美金，拢无人要用因的钱啊、哦！大家拢用美金嘛。啊，你若无美金，人用来咩呐？啊，你是卖用因的操作，因的钱啊！咱拿钱，咱往往做美金啦，做美金，或者美金来消费啦。啊，所以吼，所以因即卖人家通货膨胀上严重，一调薪水调三倍了，连一公斤的肉都买袂到啦。啊！你甲看这边呐，啊，所以吼，这吼，你会当看出这个通货膨胀的对人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这念咩啊？这念咩啊？你太六个零吼，你但是你若无太六个零吼，随动乱呐，随乱呐。啊，伊太六个零是不是止会掉？我想可能我那止袂掉，我那止袂掉吼。啊，这就是安那，这就是
你若拄着这个普龙公吼，加在台湾，不是国民党啦，那即马差不多，我那台二十个零啊，那国民党做到即马应该台二十个零去啊，差不多是安尼、啊，所以。因吼，因的操作啊，就甚至吼，拢无值钱啊。嗯。啊，因的囡仔拢摕来做些玩具纸钞来用啊。嗯嗯嗯。啊，咱外币金咪拢外币金嘛，啊，剩的就对啦。系，就是我头讲，安尼一条小胖，因不是小胖，是一种迄个钉迄个胖骨鸡的。哦。发个胖迄种的骨鸡。发个面包啦。一支七百万。讲人个头壳听。诶、欸，一支七百万呐、啊，下买一支七百万呐、啊。啊，诶，那我伫外国买就对啦、嗯，一支差不多二三十块台票咧。是。一支差不多二三十块啦。啊，伊安一支七百万呐、啊。哦，迄种胖底迄个啥？伫外国买一支二三十块的台票，诶、欸，迄种胖底咱台湾三十块你买袂到呢。诶、欸，我知啊。一支安尼卖讲三十块、欸，反正一百块你都买袂到。我底下是无啥食食，好用就停。啊，但是因咧。食个嘢做会停。听你讲因咧讲迄个物件，就是袂输上咱台湾人去食。诶、欸，对对，我唔对，我唔对，所以也袂使，所以也袂使起价。甚至法国有规定，这个物件介绍是袂使我袂起价，是安那，因为你起价。无钱人吼，每当食袂饱，食袂饱吼，啊，所以即个基本的这种胖了对，爱迄落了对，啊，我厝里是较无食这种，因为这胖足甜啦，啊，也能藏，也能藏一阵啦，袂歹。哎，足甜，外口会愈来愈甜，愈藏会愈甜啦。看看迄个法国人，咱先从我安尼过一块一块，啊是啊，迄当作咧食饭啊，配菜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我有当时啊吼，这吼藏上久吼，我就甲久过了，笃笃的啊，摕来煮汤啊。摕来煮汤啊，就。哎，外国人看到袂，我足奇怪。没没，伊嘛是有摕来煮汤，伊嘛是有摕来煮汤啦，对。啊，笃一块一块啊，摕来煮汤啦，对啦。啊，煮汤就变嫩的嘛，就变嫩的啦，吼。啊，所以吼，这个。我来刚才看到这胖吼七百万，我看到这新闻，我讲哇，这落死！你哪一个国家吼掌管的人了，对吧？胡萝卜坐了，对啊，像安尼了，对啦。啊，你有钱有，赶快人家来摆掉，来摆掉了。啊，咱印象，咱台湾人印象中吼，你这个国家的生产者有这种好嘅人国家，好人国家，好人。哎呀，这反正吼，这囡仔我都能可以再不要读大学，佮免交二十块钱嘅。因呢，这个所在就是除了美金以外，美元变成上大，就是讲，你既然钱都无效，我就卖用你嘅钱嘛，我就用美金，上少袂起咯。好搞，我做美金，啊，无就安那呢，用黄金来交易。黄金总是袂变嘛，介绍袂变嘛，吼、嗯。黄金发几鸟几鸟，用黄金来交易，卖、用委内瑞拉的钱。是啊，加在这人个算巧，生意人个算巧对。反正你这、你这个、你这个钱了对，啊，袂准算一个对。啊，所以我不去用其他的、其他的这个钱价来算了对。啊，所以这你能看出吼，这个相当的，能讲，能讲。因的所在吼，这我那真惨啦，我讲来讲。啊，伊这个委内瑞拉，伊是伫迄个民主国家，还是伫迄个独裁国家？独裁国家，全世界国家，不怪啦，我什么奇怪？民主国家还当不噶？无，全世界国家吼，因在委内瑞拉有那算独裁者，算某一个程度的独裁，有算呐，但是迄个算应该有啦，合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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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看华中国家那时候话想要安尼样呢，连伊要上委内瑞拉安尼样。不在安尼无，因是。银票那个印金那个啦吼，印金那个对啦，啊这，我想这可能短期间来挖到吼啊。另外这个，另外上尾吼一个，另外含大家提起的就是讲，台湾可能若在台南，还是在伫花莲的朋友吼，这一礼拜吼，半暝应该拢真差啦，因为吼飞机拢不管是半暝啊。起起落落对啦，啊，现在起起落落真简单啦，台南机场含这个。哦，花莲东部那几个机场，哦，拢是安那，拢是停 F-16 含幻象2000的，就是战斗机的，战斗机的。啊，现在伊的半暝啊起飞，无可能半暝啊训练啦，无可能半暝啊一点咧训练啦，无啦，就是强飞啊，就强飞啊，就是中国解放军了对啦。伫这个十月初拜五一天了对啦，发动38架了对啦，来乱了对啦，来乱了对啦。创下这个新的纪录了对了，我实在是想哦，规块弄弄下来哦。你看有一天哦，真正啊，你若讲带其他都市的人，可能无感觉，你讲高雄，你可能无感觉，但带台南哦，因为伊啊起飞差不多几点起啊，拢听下对，起来就拢听下对了对。因为你空间足落面。对啦，啊无战斗机起飞是足大声的。大声叫暗时啊。嘿，叫暗时去半暝啊，对。啊，这是安那，这就是这个代志了，对。除了国内。引起了这个，啊，个美国当然真重视啦，真注意啦，吼。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几个基地，亚洲基地嘛，拢有咧警戒了，对啦。看咧，咱咧乱了，伊嘛拢会起来支援了，对。那伫这个时候，引起了法国的
各国法国的一寡媒体就对了，拢开始来报道这个代志，吼，拢开始来报道这个代志，就是讲中国就对了，又过来啊，对，全部创纪录就对了。伫遮咧飞来飞去了，对啊，以前飞来飞去因未报啦，啊，乃即届因为十月初因的国庆日啦，啊，即个即届飞遐侪个半暝啊飞了对，所以澳洲的媒体了对，非常的注意这个代志了，对，特别有报道啦，特别有真侪即澳洲国家法国啦、西班牙啦、意大利啊各国的报纸咯，特别报这个消息了，对，讲这个。讲起来，啊，伊有哪有报着台湾的回应啦？台湾的回应当然是苏贞昌院长啦、总统啦、副总统，因大家拢回应这个代志吼，啊，就是针对这个对啦，因有这个有一定程度的报道啦。你、讲，所以讲，欧美国家吼，即马对台湾的政策吼，比以前的当讲较重视，重视真侪。即马加较注意就对了，即马风吹草动就对了，有啥物代志？我拢有当时啊，伫遐咧想讲类似这款的情形，这会发生伫外国边啦。比如讲，古早吼，诶，苏联咧对美国安尼卖啦，吼。比如讲吼，即个印度含中国嘅边界吼，飞机原来会安尼飞卖啦，吼。迄个较无好嘅国家啦，吼。比如讲吼，北韩嘅飞机吼，会对即个南韩安尼飞卖吼。啊，因即种嘅处理方式是哪处理咧？是我那，是我那吼。比如讲，北韩飞起来，啊，南韩吼，我那飞起来盘飞。我想一般是安尼吼，就是通常吼，会安尼垃圾的东西，独裁国家，拢独裁国家，民主国家较袂食霸相赢。我感觉，所以甲你拉来对啦。我感觉因安尼做吼，敢那亲像咧甲因东国的即个啥共匪人民共匪讲，你看咱就是强啊。是，我就是背起来甲台湾闹，台湾都唔敢甲咱安怎咧？唔敢安怎？就咪甲因中国背地安尼讲。这个啥来？这个。刚刚那个地方的那种那个小棍地皮流氓，拿起跟他感觉用啊嘞，其实他扒起来了，你才走里倒去，干干净了对啦，真正都着大尾都干干净了，啊，这就是安尼啦，中国啦，啊个包括进前的北韩，都不许多，回来啊有无，给你试射飞弹，都给你端嘞，对，都上就外公啦，端啦，人日本买插你，把佮弄起就无去啦，啊，真正美国日本来弄起，你就我你讲唔免三点钟你就回病去啊。人不爱来弄嘛，因为民主国家不可能安尼做嘛，不可能莫名其妙去来弄嘛。但是伊嘛知影你是咧拿算咧，所以就，但是拿算的咱个未使无行动咧。人民来讲，安尼个危险咧，啊你拢无行动，啊所以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伊飞来，伊嘛，我讲啊无你好干，你敢怕飞入来？是，真正飞入来，我来爬落来啊，咱敢怕伊袂落来？无可能啦。咱也不是无飞弹，伊若真正飞落来，咱的。咱在天顶，咱有可能拍伊袂落来，当然拍伊会落来嘛。伊飞咱遮是较远嘞，咱甲拍是较近嘞。是的。但是咱就袂安尼做嘛，因为咱就唔是像英国野蛮国家嘛。当唔当就要安那比拳头布，啊就要讲枪声就对啦，就要敢那像咧罗马咁款。解决方式吼，真侪种啦吼。为咱是用力去来攻力嘛吼。啊，用这个士兵啊来做这个互相，安尼大家来做研究嘛吼，解决方式嘛。啊！你像这个姜维，这个罗马国家，因解决的方式就是安那哦，那是我小拍机啊，那要接你玩小拍。啊，正经人真正来要接含有玩小拍的时候，伊又要救起来，又要起来，后边含你讲和啊，讲阿妈用讲和得好。啊，只能讲和是后边那个底下准备，搁你来拿。对。啊，国强迄当时，这个讲和就是拢安尼嘛。系啊。来，咱时间的关系吼，咱先休困一段时间吼，来讲啊，来进一段广告，咱等下个等下节目现场，感谢您。0800-0500-668，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这边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
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哦、啊决明子、鱼油等等等等，真侪项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话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哦。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多，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研究这些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个挖去。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敲多歹，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得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掘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白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那圣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这个乙烯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浆骨伤，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沾机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浆骨伤，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你吼、哦、啊分泌出来骨浆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人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烯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伤。如果若无只骨浆骨伤来甲咱润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接触咧去，你就磨着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也有连德糖小分子、加元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也有咱的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钙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哇，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个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多件台中朋友，有人甲咱介绍个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处方啦，什么种种拢甲恁讲个非常详细。软骨素加着金立明的第二代了，对。除了在产品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喜乐通，喜乐通专门咧搞这肠道清洁。这肠啊，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了。怎么这肠啊白疼吼？你甲想看偌济了，对，惊死人。好嘞吼，所以用这多件台中，喜乐通全部除了肠啊白。清理的就对，
这个是刚才咱信南公司，我就这个稀土通，这密码就是团研发的了。阿和技术，他都有人讲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相信话，可能等下清气，卡未去地底去等下白天。这非常清楚的对吼，所以啊，个人五宝喜六清，这个火焰吼未使回楼客，火焰来楼客对了，像咱一条狗啊，赶快的对，楼客也踏，开始惊人杂质的对了，物为物件的对，又开始踏，一条狗啊都未通，未通就归臭哦，做上去的话，咱火更赶快意思了对，能够踏掉的对了吼，有阵时咱走未赴的，电脑里看别人那楼。在心中看不安那得，后头血不通，在卡不通的哦，你把它清净啊呢。所以相信的话，这五宝虚六清各家哈，保顺健，南树平物，钙合三品的店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这保顺健非常少，日本韩国一年销售五千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在做的呢，米吧接触团就关和咱做安尼的哈，所以主要在三品以外。能用许多山这三边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加油
我心平安，但何时相会的家里再相会。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即马个登来节目现场哦，今日去拜年呢，来到咱这个播音室内面诶，来宾依然是咱台南市公民地科吼，执行长吴建荣教授，来咱继续请。是啊，伫尾啊，咱后壁含小花含大家来谈一下这个这个。整个这站吼、哦，开始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局的这个发展吼、哦，咱知影讲，即马因为伊咧国民党主席把他选煞吼、哦，所以只要赶紧来建立一下政纲吼、哦，所以就杀这个破位吼、哦，来咧等于是伊提来出气的对啦，要来拉的对啦、嗯，啊，当然这实在是足无道理的对，但咱来分析一下讲，是安那国民党今仔行做。这款对啦，变成安尼吼，整个的这个这几档的这个整个的政局的变化，我安尼讲吼，第那五档前了对啦，你选举的时候，咱来其实国民党咧选举拢安那选，嗯，国民党拢会拍什么牌？拍安定牌。安定牌。嘿，就是讲，甲你讲啊，讲啦，民进党当选吼，未治国啦，哦，经济会歹啦，嗯，哦，谈中国的无好的战争啦，嗯，啊，国际外交也未好啦，无执政人才，吼、哦，所以伊来拍，哎，国民党较安定，啊，一般人嘛拢会认为讲啊，有影啦，国民党较有执政的人才啦，吼、哦，拢、嗯、是不是拢安尼？咱来分享就对啦，差不多拢是安尼，拢安尼了，啊，这个无话富哦，这个当前拢一个安尼了，蔡英文第一届咧选的时候嘛是一个安尼了，对啦，好，唔知虾米时阵开始呢？嗯，差不多是安尼，这个演进是安尼的，了了了呢，韩国卢素佳出现，嗯，韩国卢素佳出现了了吼，韩国卢出来，嗯，开始变成安啦，韩国卢破案呢，就是十几当前的，像个民进党的安尼了，对，开始弄。是，现在还弄了对啦。吼啊，韩国瑜，我坦白讲，韩国瑜伫群众之间了对，嗯，实在真了解群众的意见。是，吼，伊咧煽动群众的这个情绪啊，等等，哦，实在是真厉害了对啦。有伊的一套了对啦。你讲一寡啥话，你爱听啊笑话啦。嗯。好，你都爱练笑话，或者你听啊那样，然后你爽了对。所以大家呐，拢自发性的。啊，咱若来回想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台湾人是不是？咱啊，阿扁总统咧演讲，咱是不是较远了？我都爱吐咧，都阿爸听伊听伊走起啊，听伊演讲了，对啦。对嘿，啊，当然未使甲伊含下个路比哦，这完全无感觉。但是迄个时阵气氛，咱来讲迄个时阵气氛了，对。了了，是不是发生伫国民党顶头？嗯，国民党开始有一群人。吼、哦，一阵只外省老伯伯，啊，是，哦，啊，就开了，就对咧走了，对啦，啊，就去听伊讲话，然后发爽。伊是坐火车，嘿，车司机走了。嘿，啊，用咱开车，人开面路，开面路咧。嘿，人追星开面路，咱无多，咱拢拍烟尘，桥多摆，咱无多骑卡拉车、步链啊咧。嘿，啊，咱较无讲哦，咱因较，啊，你也能看出咯。伊个整个的精神开始改变，伊扮演另外一种啊攻击性的角色，好，就变成安那。伊就变成另外一种角色了了呢，啊，开始来攻击伊，啊，攻击伊了，国民党说话愈攻击愈威气就对啦，愈弄愈威就对啦，就是讲你本地人不是，我安尼讲啦，你若做吼，食，你讲食餐厅食久，要叫你迄落穿西米露穿久啊，要叫你烫来吼，有哪真麻烦，无遐紧啦。啊，这个中国国民党咧，安那已经食穿过了上好，你知影？是。雄雄要叫安那，
热来哭路边当哭袂落去，哭袂落去就是啊。韩国我这本来哭袂落去，人就起来了对。啊，所以讲空卡桥，规个洞空卡桥去啊对。啊，第二个部分是安那，是连政因为失败了开始去跪中国，吼，因开始中国含以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安那势不两立呢？哦，你若做伙了了，然后就来拖来庆山呢，那会使安尼？结果不要说两个莫做伙去眠床顶困啦。哦，啊，这些假啊，但是咱要看的是安那，各地方的部分是小英的第二届当选了了。我安尼讲，这叫做后小英时期啦，因为免个连任嘛。伊第一任是因为爱连任，所以可能会较保守。伊第二任了免连任嘛，这叫做后小英时期了，对吧？台湾的政局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以往我们长期以来，尤其是疫情发生了之后，台湾这样每天这样超过一年半，每天这样开去吃会就对了，你要想看看回想这一年来就对了，这个蔡英文当选，高票当选，含罗清德高票当选了之后，还有疫情发生，然后进入到现在，你有发现有一个很趣味的现象是什么呢？以往呢，你如果说到国民党有一挂中间的人，也是挂哪个人？哎呦，这种人才啦，哇，那哦，因较敖治国啦，较敖这个物件吼，即马拢无去啦。是，即马无人认为你都比门，无人认为国民党较敖治国。敢那认为较敖乱俩。乱啦。啊，较有人认为讲民进党袂晓治国，无人才，嘛无啊。即马较有人讲啊，民进党无人才啦，袂晓迄落，无啊。完全拢无，尤其是后小英时期咧，完全拢无。你讲完全变过来，变成诉求安定咧，是民进党。因为安那啊，就是爱选民进党，国家较安定。你看国际较会好，台湾较会用看到，安尼就对。这是我认为前小英时期政治联盟第二年开始上大的转变。上大的转变就是讲民进党渐渐。有一个作为即政党的样走出来，啊，当然有一挂人在野久吼，对这个物件来无解当接受啦。你感觉讲啊，你以前接枪即马拢唔敢迄个啦吼，啊，因为是即政党嘛，啊，枪的代志吼，哎呦，其他来做，啊，当然唔是国民党啦，国民党袂枪啦，伊拢我袂枪啦，你讲讲啊，就万一规家唔知咧创啥货了，对啊，逐工啊提人来提两百几个了，啥物话，迄个叫你道歉啦，叫你啥话，这个东西吼，这个水准就对了。是，我坦白讲吼，那是今仔日甲你报出来。你若平常时啊去看国民党的提案，就是拢安尼啦。啊，那你若真正看无，你若有机会去议会，是，不管国环区的议会，你甲看国民党的议员的提案单，你若有机会甲看的提案单，吼，真正笑话大全。你若看到了，微头笑到尾就对了。嘿，就是讲侦查处边狗仔上吵未生，拢爱来议会提案就对了。你就知影讲。国民党家穷尽人员吼，水准有偌低啦，有偌低了对啊，你讲这款阿萨布鲁的阿得出来算，那就屌了对啊，爱连虾里都不要下，规篇拢错字，咱唔知大家有印象无？你有几十当十话当前有一篇，有人去报一篇啥物？出国考察有无？出国考察对吧？了了以后是不是写报告？写报告书吼，会记得人家中部某一个议员吼，我读出来对，讲伊报告书先生写要求赞。妖兽战，妖兽战，我开钱哦、喔，十万吼、喔，你出国去考察了对啦，摕我的钱去考察对啦，你报告书我写妖兽战，生意就解决了。你那是出钱的头家人啊，你明仔叫伊来上班啦、但是伊是你选的名义代表，你也袂当叫伊明仔来上班啦。其实吼，你讲这咱得爱搁再个回到转来吼，看一几当所有的韩粉。看这几当所有的韩粉吼，因咧支持所有的国民党加韩国瑜对啦，是，咱就有法度能回想拄只建良所讲的以前，包括即卖国民党民意代表，是，啊，因为你这个人咧选这个人嘛，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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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卡小，你这个韩粉就是固定选这个民意代表嘛，是啊，上好会进一个金无啊咧，伊啊进了两公的，伊较进有像韩国瑜这种两公的啦，啊讲话吼讲。啊，抓个会分比啊，讲个天花乱坠的这种，引发种经济呢？是，就是讲民进党的支持者吼，你个支持者已经进步了。讲啊，你跟我讲这好笑的，我听有，我已经知影你讲好笑。比如讲，我安尼讲，你起码你那是代表你个出来选举，不管是民进党、基进党，你甲讲啊，那爱台湾呐、人来配我，台派嘛，甲你配我，哈、啊，又搁在画这啊、你看画爱台湾是有效，是无效呢？哎、欸，啊来国民党这韩粉，你甲画迄落？
中华民国万岁！吼，大家像我依家痛到对边去了，对啦。吼，痛到呢，痛到呢。兴奋高潮啊！系啊，故意啦，那松到唔知对倒去了，对啦。啊，你即马甲支持绿色的诶群众发爱台湾，是吼，讲咱就爱啊那，人无感觉。嗯，来讲，你搁老讲这，你是要讲几档啦？诶、欸，你是选民嘛爱进步啦，你是讲。选民嘛爱进步，所以其实台湾进入另外，已经我认为这个所谓后小英时期进入另外一个时期啊，但是国民党还阁对袂到，你知影无？还阁唔知讲台湾已经啥货进入到另外一个期间啊？咱这么咧谈的吼，唔是讲吼，唔是讲啊明仔载是不是来发台湾独立？唔是，咱这么咧谈的代志是啥事？什么款的状况？嗯，吼，独立了了，咱来行什么款的路？爱含什么人交朋友？嗯，吼，咱我无咧含你讨论的啊。嗯，我来讲好啦，啊，我虽然对中华民国听到有哪介爱要了，对，我个人是真讨厌中华民国啦，吼。但是啊，哪会当？所以对我来讲咧，讲啊好啦，现实上就是安尼，啊，就无法度。宪法无阿多改的状况下吼，啊，你就尽量卖讲。我想法就是讲，啊，你就尽量卖跟我讲中华民国，你就知我讨厌听中华民国，你就卖跟我讲中华民国了，对吧？啊，迄机啊啥货哦，你莫我看到了，啊，恁爱压就去压了，对啦。啊，但是你压的时候，你就发台湾就发台湾，我不爱插你了，对啦。但是已经渐渐有人讲啊，就先安尼啦。但是你要做的脚步是安那，渐渐安，把迄档案给它提起来。你好看会到啦，你渐渐就是想要来变好教，会当甲创起来，甲创起来。嗯，啊，中华民国会当卖下了，卖下。你渐渐有咧做这个代志，哦，我会当理解讲、啊，你有想要安尼做。嗯，好、哦，我知影你可能无多随来，但是你有咧安尼做、啊，咱就渐渐就好啊，卖讲。是的。啊，人因遐唔是韩粉，你若做袂到，伊嘛是爱呛甲足大声。嗯。佮做袂到，我嘛爱发甲足大声了，对。啊，我讲你啊，只爱统一你飞机坐得过，飞得过啊。你是咧紧张啥？我也袂甲你阻止啊，对无？你甲我讲，我去甲你赞助。来，非常感谢吼，咱即马时间的关系，咱先啊暂时先歇困，来个进一段广告，咱等下个等下节目现场，感谢您。啊，呢上尾吼，上尾咱就小花过来甲大家呼吁一下，就是讲咱啊伫台中诶，即个。选区的选民吼、嗯，你有一寡亲戚朋友就对啦，即个十月二三就对啦，嗯、哦，即、這个罢免就对，其实就爱出门去投票吼，爱、嗯、投即个反对罢免吼，反对罢免吼，这是单破撇位的即个罢免案吼，啊，这些是啊，有真侪人可能有一寡压力吼，当地人有一寡压力吼，啊，无好，咱啊亲戚朋友底下吼，抽到压力的就对啦，咱啊大家做伙拢出去投吼、嗯，你投什么人吼，都看不出来，哦。嗯吼、哦，就看未出来就对啦。你老公咱拢无去投，安尼吼，因就点票就点未出来啊。所以吼、哦，大家哪拢出来投票就对啦。嗯、看较未出来了了，咱大家就较敢投票啦。是的，是较未讲，较未讲哦啊，拢是迄、那个要把面来去投票，啊就点票就点未出来吼、嗯嗯。啊，咱有一挂朋友就对，那卡迄落个就对啦。嗯、有受着一挂压力嘛是安那就对啦吼、哦。看是即、這个大家做去投、嗯、啊。啊，或者是这个有一挂朋友吼，较无了解，你甲伊说明一下，吼，讲这个罢免啊，实在是莫名其妙啊，实在莫名其妙，这个迄、那个。